虽然说赛前我们也分析了很多啊，可以跟佐伊去对抗的英雄或者说体系啊，嗯，但有时候确实没必要啊，头铁不一定是好事，是吧？对，什么铁男啊，什么加里奥之类的教训，教训已经有你敢说了。嗯，铁男，我当时也是受害者之一。我们来到这场比赛啊，目前 PSG 把边给换了过来，他们换到蓝色方 RG 红。这个两个点俨然成为了双方战队的固定班。嗯，那这一场BO5估计这两个英雄就出不来了。是，现在这个局面，主要其实对于 PSG 的角度，他们拿纳尔是会好一些。先拿纳尔，先稳一下纳尔吧，因为左边小炮加上泰坦的话，他其实这个至少在一级一开始，他这个抢线能力是很强的。嗯，是不是在想让RNG出这个英雄？对吧？感觉有一点还是布隆，继续布隆，布隆，哎，这安吉真的就玩上瘾了。对啊，对 ，NOC 挺怪的。那最后一手单人线的选择，直接，哎呦，选了一手塞拉斯，我塞拉斯加梦魇，我康特你的卡牌，安吉表示我没卡牌啊，你这整啥呢？主要你又得好打塞拉斯，又得好打梦魇的英雄，其实真不多。嗯。克兰表示选了一手最稳妥的维克托，那 RNG 明显又是一套反手阵容。对，经典中野没有任何配合和其他路，啊，这只有和其他路有配合。好，这里是直接放线，就我知道你会硬推我，我直接不去了，就让你推，然后我自己帮打野开，这样能让打野快一些。我队已经第一时间来到了下半区了。嗯。上面刷完了。嗯，而且我们看中路的 Crying 压线压得还挺凶的，直接把 Maple 压成了半血。不过 PSG 这里如果想起节奏的话，其实还是要等梦魇到六那一波才能起节奏。因为被眼看到了 Crying 应该有机会走，但这边被一拉动，直接交闪。嗯，这波闪不交无掉，跟闪现拍住那就交了。哎，这里凯文先动，先控打野，无掉能跟上吗？无掉还是慢了一点，还好。这里并没有很毒的，嗯，这里想对莫格拉动手，黑盾直接第一时间套上，强撸鲁道，这里维克托给一个立场，哎，完完全全的能扛住。我来看看能不能扛住，要看这一波，想这个是四包二，这个就是刚才同期讲到的利用 TP 叉呀，嗯，一勾勾到了布隆，但是蓝色方很贪，想留两个，留下第一个由塞拉斯拿到这个 first star 的小炮，也有人头的进账，哇，这里就是 PSG 突然的一波发难，对，马上就要八分钟了，这个先锋要刷新了。嗯，他们这波线推完之后，B回家可以直接去先锋那边去争。嗯，这波 RNG 是有预警要去撤退的，但只不过 PSG 这边还是快了一步，相当快啊。对，再耗一耗，打野再来一波，那很有可能这个一塔 PSG 将翻身在下路了。来了，这里很对哈娜比动手。是的，一个 ER 那儿并没有拍中梦魇，那这里小炮就会像上一把的小炮一样的呀。节奏推塔节奏要起飞了，真的起飞啊！然后这边关灯，防止这边人过来支援。嗯，泰坦一大大两个，虽然说莫格纳及时的给 ADC 套了一手黑盾，但是布隆已经先倒了。RNG 表示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要把这波优势给打回来。小虎的怒气还是不错的，马上变大了。红色方的阵型保持不错，小虎已经跳到人群当中，空中拍过的刀子，在第一时间自己的队友根本就跟不上，哈拉维进场先行斩掉了中单的维克托。卡莎虽然说也被换掉，但是明显现在蓝色方的人数更为优势，小虎在一个战斗回廊中已经逃不掉了，再次成就小炮一个人头。后续还有一个小威身上是有闪现的，叫一个闪现往后拉。嗯，其实这种正面的对抗性比蓝色方确实是差一些的。嗯，这里其实布隆第一时间已经把盾举出来了，但还是被秒了。对，就小炮发育太好，装备太肥，你举盾已经构不成威胁。然后这里后续灯一关 RNG 这边什么都看不见，基本上就很难打。而且英雄上的差距已导致于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两边本来打起来就打不了。是的，小虎虽然说怒气不错有一波绕后，但是因为梦魇的关灯包括有 TP 的支援，导致 RNG 后排是跟不上的，也不敢去跟。而且刚刚凯云的卡的位置很好，他是直接把前后排分割开了。嗯，而现在 RNG 自己的发育空间被不断的压缩，野区的遭遇，这次是布隆可以打出被动，爆破果实能 A 出来吗 ？A 出来了，太肉了呀，太肉了。这波直接脸探草丛，但是依然没有杀掉。嗯，这条小龙甚至对于 RNG 来讲也很难去争。哇，在冰缝当中偷了纳尔的大招，哇，瞬秒纳尔，哇 ，Maple 操作起来了。
中路凯米也有一波绕后的机会，他有海克斯的 RNG 这波要小心，他在一个看不见的位置都已经先行关灯了。泰坦也一波绕后，这波 RNG 可能会遭到团灭，一个大招大起先斩掉维克托，莫格纳也跑不掉，小炮跳了起来没能斩杀小明，但是对于 RNG 来讲已经是大亏了。天赐这边小龙也听牌了，然后这一波的话他们拿了很多人头，加上中路的内塔也被推，那等于说你现在边路的两座内塔都不太好守，守的话你就会有那种被越的风险，太难抢了。 对就 RNG 第二手直接拿了手，对手不可能再定争的莫甘娜。嗯，我觉得这手太保守了，是泰坦被左边一抢，左边下路又有先手又能抢线， RNG 被迫又拿一手布隆，感觉太对自己的这个运营很自信了。其实我感觉他这么 BP 有可能是想保一下上路这个纳尔，因为他应该也知道如果在红色方他有三楼可以 counter 的情况下，蓝色方应该不敢直接在二三楼出纳尔这个英雄。嗯，他们应该是想先保一下上路。哦，明白，就是这样我可以既稳一手莫格纳又把纳尔可以先拿，对这个意思。这场比赛很轻易就能拿下，是的，有人纳尔的大招啊。嗯 ，RNG 现在我觉得不如直接打一波。有闪现拍拍两个，虽然说有一个被黑盾挡掉了，卡莎刷了一手护盾调整一下位置，但是梦魇遥远过来飞了一手大招，卡莎先行斩掉了塞拉斯，这波是 RNG 一个且战且退的空间。小炮这波输出没能跟上 ，RNG 稳住了这一波。这波 Maple 给机会了，嗯，因为现在才十几分钟，这直接有个被掏黑盾看起来很帅，嗯，机会是找的真的很好，嗯，是。但是塔第一时间没 A 掉，对这个塔的血量剩的还是有点太多了，而且小炮你看也被套了个虚弱，就点塔点了很费劲，点了半天，现在视野就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是，虽然说 Q 到了 River， 但是第一时间秒不掉，勾到了黑盾之上，小炮跳到侧翼又打了一套输出，哇，因为土龙龙魂给对面一拿，对面容错率更高了。哎呦，塞拉斯侧翼来手，塞拉斯没有人看到，一波进入前排，塞拉斯已经绕后了，这个绕后可能会比较致命，看他大招偷时的第一时间没能偷，布隆已经先期被秒了，蓝色方全员进场，小虎纳尔一排排了三个，效果还不错，安吉能不能打一波反打，双 C 还在的，嘎拉在后面，但是第一时间没有办法跟后续的输出，但是安吉这波人数上依旧打转。是的，这波小虎拍的太关键了，你在一起他也不知道偷谁了，点不到人，嗯，他理论上是想偷小虎，但第一时间没偷出来，那。我觉得这里就是这个偷了纳尔大的塞拉斯没有放出技能，导致 PSD 这波的溃败。是啊，被小虎一拍拍到了。嗯，就而且小虎还是一个丝血的状态。对，又是一个眼睛插出来，发现这个大龙的血量还很多。嗯，这个大龙肯定不能打到底，所以RNG不能急。小虎怒气是不错的，四千多，马上血量到临界了。由蓝色方率先开了一波先手，大招炸后排，泰坦炸的效果一般，但是小虎已经率先被秒了，跳进去大招没得开出来。RNG 可能要往后去退一下，但是小威这波莫格纳的进场很不错，控到了很多人，再给 Q。哎，但是嘎拉位置这边被一刀了，上上去到一个上面能不能输出？但是不行，被推开。嘎拉还能再输出吗？不可以，小炮要收割战场了。小炮一波三连跳，哇，可惜了，这一波可惜啊，就一丝血呀、啊。看这波小虎如果不被秒的话，感觉RNG这波又能打赢啊。嗯，第一时间也是泰坦把大招给了 Crying， 导致RNG 一开始他们是没有中路的输出的。是的，这里灯一黑，那儿什么技能都没开出来，直接被秒，这塞拉斯的一个塞拉斯加小炮的一个全力伤害。那 后续其实对于RNG来讲，这个莫甘娜反手打的也还不错。是，但是嘎拉的位置被盯住了。对，我觉得后续这一波残局的话是 Maple 处理的特别漂亮，他在人群中盯到了嘎拉的位置，然后所以才有后续小炮收割。是，那这波龙过后可能经济的差距要到一万了，而且双方的这个后续的争夺还没结束，马上又是由左边的一手龙魂团战。这一波 PSC 应该是准备直接去先打龙了，而且这个牵制会令 RNG 很头疼，梦魇马上要濒临 RNG 上路高地了呀。嗯，小虎的纳尔还马上变小，这对于 RNG 来讲天时地利都不太好，梦魇直接交踢要到龙坑以内，小虎的纳尔是一个小纳尔，而 River 已经绕后了，梦魇直接落地飞在加金身开团，没有能恐惧住嘎拉，嘎拉往后能拉扯一下吗？嘎拉没有被勾，继续调整位置， RNG 这第一波拉扯还不错，维克这个立场很好，嘎拉调整到上方，吃了泰坦大招，嘎拉可能要被秒了，一丝血往后拉扯还行，双方打了波一换一，梅普过来偷了纳尔大招一拍，只是拍到两个，第一时间没人能拍到的嘎拉， RNG 双 C 虽然还在，但是已经没有后续的战力了，金石躲了个永双，反手再拍一下，但是还是有 PSG 在最后，将比赛应该可以直接一波。
所以我感觉嘎啦已经尽力操作了，他在这波团战的时候真的很极限，对，是装备差太多了，主要是，而且甚至第一波 PSG 他们正面是没有乌迪尔的，乌迪尔一直在后方。这里看一下，还在操作，但打不动啊，很难操作呀。那我们恭喜 PSG 在落后一盘的情况下将比分扳平1-1，恭喜 PSG。 这场比赛 PSG 在场间休息的时候应该复盘的很快速啊，自己在第二轮快速的做出了阵容上的调整，打得比较的主动积极，而且基本上在运营上也没有犯太多错误吧，至少有一个半区或者一条路你是有节奏的才行。对，就像这一把其实 PSG 它进攻哪儿都行，嗯，它进攻哪儿都是 RNG没有办法去反叛去换资源，他也去对抗可以，对，去找上路也可以，下路他也有泰坦去打进攻。对，我们看看这场比赛啊，9-0-9的完美 KDA 的小炮拿到了本场比赛 MVP， 我觉得没任何问题，一定，嗯，这把小炮拉满了，基本上就是塞拉斯特有一些失误，但这小炮基本上是零失误直接结束比赛，是的，非常稳定啊。